各位观众好，欢迎回到我们少女前线的攻略分享。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也是练功的部分。那今天、我自己的关卡已经开到了、第五章、第五章第二就是五之二，但是我没有继续打下去啊，主要是都在练功。那目前我打到五之二难度还不算太高。对，那我可以跟各位看一下队伍好了。队伍的话，我第一队我最高战力应该是这一队9400，那好不容易70等的、多亏前几天的那个加倍任务嘛，就经验加倍的任务。OK， 那其他大概都是五六千了。那我们今天就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新的练功地点。我相信应该也蛮多人知道了，不过我们还是想说分享给那些比较新进的玩家知道这样子。那如果你们已经有破到第四关的话，就是第四战役，那你把紧急打出来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紧急43。那我记得上一集我们是讲到33嘛，那你可以看到43的那个作战效能是6400，可是你不要被这个骗人，我们直接进去看那个关卡看一下，各位就会明白。好，一样，这里一样会有两个点嘛，那我们指挥部这边派的是我不练的角色，好，我随便派一个，像这一队好了。那这队我派这个5150的战力的角色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其实都只有两星、三星，那当然只有一个五星啦，那其他应该都是蛮容易取得的。不过布伦机枪还好，那我只是其实放什么应该都没什么差，就是其实这关其实打起来蛮算轻松的，所以这个队伍就大家看看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作战。那一样，我这边是手动补给的，我自己把它补给一下。那为什么这关好打？你可以看到现在进来之后，4-4-4-4-1就是紧急的4-4。你看到进来之后，这边有四个行动点，然后右边一线，1、2、3、4，四个刚刚好。然后你可以再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战力其实只有1589，然后甚至 BOSS 这边，应该说就指挥部这个部队，敌方部队也才2568。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好刷的。那我们实际就是来打一轮看看。那我这个是5150的战力，我相信三扣的队伍应该很容易达到这个强度。好，那我们先踩一个第一队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我这个阵型，其实我这队伍也没有多强，而且只是放了两个我自己比较有爱的机枪，就想要把它练一下。一把是 FG42， 然后一把是那个布伦机枪。你看，布伦还拿了 MVP， 完全靠爱练起来的。OK， 那你可以看到经验也是蛮多的哦。然后一关的，你看刚刚这样打了第一个部队之后，我们的战损其实很少，就只有前排的这个蝎士有扣了一点血。那你可以看到整体的战损都很低，那应该是可以顺利打完。那一样会这样拉一下，让对方的这个狙击没办法输出。对，那这是一个小技巧。那记得你们在后面作战的时候，就是要记得这样操作，那会可以让你省去很多维修的时间。OK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，其实也可以，也一样是打狗粮、打三星的好地方啊。就是你这样打一轮一轮打这样，每次四个部队打满，其实拿到狗粮。好，少说也有平均两个到三个吧，因为你基本上过关之后，评价 A 以上都会再额外给，所以都还算蛮好赚哦。再把它拉回去，然后让它输出，没有，然后往前走之后，其实就是敌人如果被你这样子一勾，然后他往前走，他就会有一段时间是不能攻击，所以这点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一下，对，你不要都硬碰硬。那我们已经顺利打完前面三个了，那剩下最后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强度实际上有多高。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，因为这五千的队伍真的是我这几天才新练的，就是随便练的队伍。你可以看到，丢个火焰弹，然后这样子扛着输出也是有办法把对方收掉的。对，虽然我的蝎士已经重伤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只要没死掉都可以啊。因为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等一下再跟各位讲。好，那因为我上面这是十字布阵啊，这是十字阵，我觉得有好有坏啊。就是你坏的话，就是你队伍如果你前锋不够力，你是没办法用十字阵撑起这个队伍。那像是我蝎士这样子打一轮，其实就重伤了。所以你如果要打持久的话，十字阵我觉得不太适合持久。
但是它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后排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我现在修复，我就只需要修复蝎式跟这个啊。你这个 WA2000 是因为被刚刚那个四支三的那个有一个会打后排的小兵给打到，所以才必须维修它，不然其实它也不用维修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蝎式这边就要维修34分钟嘛，那好处就是我今天这边一样快修，那它就马上修好，那我们就只需要等4分钟就可以再继续打下一关，就是可以再继续练了。OK。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各位介绍的，就是这个，四支三的练功方法，那也是不用撤退，然后打满四场，而且它的难度还比三支三还要低，所以我也搞不懂为什么。好，那如果你就是最近有需要练功的话，那记得四支三也是你的好选择，还有三支三，如果你打不赢，就是你没有过到这个紧急，四支三的朋友们也没有，然后也不用太担心，那你就可以先在三支三磨练一下，之后。等队伍实际上来的话，就是我赶快去解个四支三紧急的，那你练功效率会快很多。OK， 那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那感谢各位收看，喜欢这个影片记得按赞及订阅，那我会继续再做更多少女前线的攻略分享，那这就是我自己玩了这一个多月来的心得，那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新进的朋友，那就感谢各位啦，有什么问题就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哦，拜拜。